你连都搞不定，不是本来挺顺利的，谁知道贺兴州来这么快呀？小海棠的名声越来越大，结交的大人物也越来越多，以后定然是贺兴州极大的助力。现在没除掉，以后就麻烦了。他一个戏子，哪有这么厉害？你呀，这脑袋什么时候能长进一点？上次赵正的事情已经充分展示了他的能耐。 上次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，这气死老子！算了，既然这样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。爹，怎么做？怎么休？说了你也不懂，人被关在哪儿？ 马副司令，二少吩咐过，除了他和司令，其余人谁也不许见这批犯人。打开！打开！是。马司令，你们都出去。 司令的命令，把这帮人犯的尸体放到城门处挂着，以儆效尤。是。